3月26号呢是李治廷的生日。本以为呢这位集创作歌手、健身达人、电影新星等众多头衔于一身的年轻艺人，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的时候呢，人家却出乎意料的表示说，30岁的这一天呢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，还来不及庆祝，他就要把这天变成自己的新的起点。李治廷正在象山赶拍电视剧《古剑奇谭二》，一大早咱们先到片场看看寿星在忙什么呢。我老爸。拍摄间隙，李治廷是个大活宝，但是只要一上镜头，他立马就严肃起来。咱们探班的这一天，正赶上剧组拍摄一场皇帝驾崩的戏码，李治廷这一跪就是好一阵子。终于完成了半天的拍摄任务，午饭时间有个小惊喜正等着这位主角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吃了吗？没。来口。来，我的亲属第几次在剧组过生日？好几次了，我好像是。对，每一年都很开心，都很多朋友陪我过生日。出道之后，李治廷大部分生日都是在剧组度过，结束了一天的拍摄才得空和喜爱他的粉丝们聚一聚。其实我是等了30岁等了很久的一个人，对，我觉得30岁才是真正一个男人发光发亮的时候。在李治廷看来，30岁是一个开始，春节档的电影《功夫瑜伽》就是他事业上的新高峰。即使到目前，这部影片票房已经突破17亿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当然，这之前都有很多人说啊，这电影大可放心啊，成龙大哥，这个春节档肯定10亿没问题。对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真的。这样的成绩自然是用努力换来的。经过这一次和成龙的合作，李治廷也坚定地走起新一代打星的路线。主要这，但是我为了拍成龙大哥、唐季礼导演的电影，我是做了很多的训练。对，我最疯狂那个时候，一天训练4个小时。对，我这武打戏、动作戏是有一个很说不出来的美感在当中，所以我很希望。接下来接的都是跟动作有关，做动作戏。直到最后一个采访结束，李治廷当天已经工作了超过12个小时，不过他却是累并快乐着。正式进入而立之年的他，也默默许下了一个暖心的小心愿。因为我常常会看粉丝们给我的评论，然后很多都是各种说心疼我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觉得30岁了，今年我再不能让别人心疼我，我希望能成为一个让他们觉得有安全感而没有焦虑的一个演员。娱乐新天地，象山采访报道。